据环球网报道称，十日，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再次要求在乌人员及时避险的通知，全文如下：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乌公民对防空警报响应出现懈怠。乌今日各地空袭严重，在乌人员具有极高不可测风险，请务必在防空警报响起时第一时间进入避险场所，提前准备并携带应急物资。再次提醒，乌紧急必要事由不要在乌驻留，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及时出境。为掌握在乌中国公民最新情况，我馆每月发布一次通知，要求当月所有在乌人员进行登记备案，但是部分人员对该事项不够重视或出于个人考虑没有按要求完成。当前乌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我馆再次强调，此通知发布后，所有在乌中国公民务必按要求按区域尽快完成本月登记备案，上月备案人员应重新登记。一、基辅及周边人员登记备案通道。二、敖德萨及周边人员登记备案通道。三、利沃夫及周边人员登记备案通道。